魔法后面出现的是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还有，杰德、初代、艾斯、赛文，这太简单了吧？你知道怎么出去吗？这三个怪兽：加拉特龙王、基耶龙星兽、机械哥莫拉，都是杰德奥特曼打败的呀。所以让杰德把他们都消灭，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看，土豆真管用啊！可是这三个怪兽确实是杰德奥特曼打败的呀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三个怪兽确实都是杰德打败的。都是杰德借助了其他奥特曼的胶囊打败的。胶囊？没错，杰德有一个王者圣剑，放入胶囊就会无比厉害。你们看，第一个怪兽是加拉特龙王，杰德应该是借助了佐菲的胶囊打败他的。剧组太穷了，胶囊道具都没有。M87破坏光剑。还真的是这样，我们出去有希望了。没错，看第二个怪兽是机械哥莫拉。那这一次杰德要借助谁的胶囊呀？这个我有印象，是斯泰修姆光线被哥莫拉击败的，应该是借助初代奥特曼打败了。You go, I go, TV go。 厉害呀，小小还等着是你了。哎，过奖了。好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去了。真的吗？我猜这个应该是赛罗吧。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这次是吃了艾斯的奥特胶囊，垂直火花斩。哎，这也太厉害了吧。是啊是啊，布吉的真是聪明，能借助这么高算力量，我也很佩服他呢。还有最后一个了，是闪电杀手豆豆。这个怪兽是借助了谁的力量打败的呀？这个